两小时快速拥有日系猫空间，这是来到日系无印风格的家，四主想要悬空的天空步道。设计规划时得知梁柱宽度不够，设计师与安装团队合作克服问题，因此动用了三位师傅安装横跨客厅的天空走道，为四主打造梦想中的日系猫空间。巧妙运用电视旁的转角，猫咪可以在窗边赏鸟休息，动线往上延伸到天花板，再到对面的层架。选择原木色跳台搭配透明走道，视觉上更通透轻盈，一抬头就能看见猫猫在晒太阳，居家办公也能有猫猫的陪伴。你想要的幸福空间，买住帮你实现。想看哪种猫空间介绍呢？底下留言告诉小编哦。这次安装经费和内容放最后面，欢迎截图参考。